琪琪进来。琪琪，时候不早了，今天晚上你就先住这个房间。你去休息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好。过了今晚，这是西西，来，先喝点水。你家里怎么会有女人的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是前段时间呀，我表妹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收拾的不利索。表妹？啊，真的。等一下啊，你开门。妈，大晚上谁呀？哎，我啊，我，你们谁呀？林九泽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给他喂了去。哎，别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林九泽，你想干什么？